歲以下青少年聯賽挑戰杯決賽，由南區對橫濱 FC 香港即將開始，請大家以熱烈嘅掌聲歡迎兩支球隊進場。兩支球隊的球員名單，穿起紅色球衣的是南區門將18號汪凌志，10號麥柏容，25號隊長伍啟瑞，11號鄭正宏，27號黃子樂。